38集，师傅，你看这里就我们两个人，等下吃饱喝足再泡个温泉，然后你一次我一次，想想就觉得刺激，你一次我一次。蓝湛双眸微收敛，浅琉璃色的眸子里涌动着危险的气息。啊，对呀，你的话之前干过，我就不担心了，我只是担心自己满足不了你吗？师父，实话告诉你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背我上山吗？由于仙境里没什么吃的东西，魏无羡直接将乾坤袋里的零食掏了出来，放在一块还算平坦的石头上。为什么？我本来想着你背我上山，累得筋疲力尽，当徒弟的就可以好好伺候你，不过看在你还如此生龙活虎的份上，我可以让你先来。魏无羡并没有看到蓝湛眼神中的冷笑，兀自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。他哪里知道他的亲亲师父已经对他有了杀心。蓝湛不置可否地看了魏无羡一眼，心里想的却是，小金珠，今天晚上你把嗓子喊哑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夜幕降临，皓月当空，吃饱喝足的魏小少爷就迫不及待地褪去身上的衣物，放在水池边的石头上，让自己的身体一点点适应水的温度，热却也在身体能接受的范围之内。微风吹过，粉色的花瓣随风飘落，在水面上荡起一丝丝的涟漪，空气中属于桃花的香甜与竹子的清香交织在一起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很快魏无羡就将身体全部浸入水中，只有肩部以上露在外面，白皙如玉的身体在水汽缭绕中若隐若现。师父，你快点来呀，这温泉泡着可舒服了，你不用担心，石头是平滑的，你快下来试试。头顶是一轮皓月，身下泡着温泉，偶尔还有如雾似纱的白云从他身边飘过，每个方向都能看到不同风景。好，蓝湛收拾好简易帐篷里的一切，这才缓步踱到水池边。魏无羡开心的直冒泡，看着自家师父白衣如霜、人如雪地踏着月色而来，在心里默默感叹，这就是传家口中的神仙。不过这个神仙是我的，他已经被我拿下。蓝湛沉着目光，褪去身上的衣物，饱满却不夸张的胸膛在月光下泛着粼粼的白光。还没等魏无羡述清楚，他腹部排列整齐的腹肌，人已经迈着肌肉线条流畅的大长腿来到魏无羡身边，然后慢慢把自己沉入水中。师父，你冷不冷？过来，我给你暖暖。蓝湛前脚刚跨进水池里，还没有坐安稳，某人就带着热乎乎的身子扑进他怀里。不冷，他不但不冷，甚至还觉得有一些燥热，水热他的小腹处更热，也许是这渺无人烟的世外桃源让人回归了最为纯粹的本性，也许是怀里的少年太过馨香软糯让他欲罢不能，或许是尝过肉味又吃素多日的欲望叠加，或许是仅仅是被魏无羡那一句你一次我一次给刺激到了。魏无羡刚刚入怀，潜伏在丛林里的怪兽就开始蠢蠢欲动，露出了他的獠牙。师父，你是不是在岸上的时候就已经想了？嗯。蓝湛闷哼一声，抱着怀里的人给他调整坐姿。在原来的世界，魏无羡第二次一开始还是会痛，这个小家伙一定会更痛。